占地8000坪的绣球花海，红的、白的、粉蓝、紫色，一朵朵圆滚滚，比人的头还大，百花盛开，争奇斗艳。满园的绣球花海超级美丽，花期从5月10号到7月15号，2个月的浪漫花海季，邀请你来拍照打卡，打好打满。紫色、蓝色跟白色，我觉得蓝色的最漂亮。位在万里的绣球花园区，母亲节正式开放，前一天已经吸引了许多游客造访，人手一支自拍棒，360度零死角，怎么拍都好美。我喜欢花，然后又这么漂亮的花，很少说有绣球花这么大，这开得这么漂亮。绣球花属于绣球花科，颜色随着土壤的 pH 值改变。特别提醒，全株有毒，小心误食。花语是希望家族团聚的意思。业者花了10年培育出满山的万紫千红。那我们园区就有8个品种，这8个品种下去区分颜色 ，pH 值它只能微调而已。有解封的感觉哈，比较好一点点。所以赶出来了，对对对对对啊！刚好母亲节，所以就是一起出来走一走。疫情稍缓，不少家长带的孩子脱掉口罩出门透透气，享受阳光，享受花团锦簇的美好。记者朱家松、温玉平，新北市报道。